都走咗噶啦。話保留政治學院，一齊舉辦嘅二次交流會。首先，我哋公布兩樣嘢先。第一就係呢個禮拜六下晝4:00，我哋喺西洋菜街，即係旺角行人專用區，舉辦一個街頭論壇。聲援中國及全球茉莉花運動。第二，即更為重要嘅，我大家都一直以來都聽到人民力量嘅成立，我哋將會喺4月3日星期一下晝3:00到夜晚10:00，喺尖沙咀白洲園地聯花園，即係富豪酒店隔離個噴水池嗰度。舉辦個人民力量起動大會，咁當日咧就極盡聲色，冇血馬聲色之要啊！咁所以希望各位朋友早啲到嗱，各位朋友5月25日發生咩事，我諗大家都知道，喺中國10幾個城市。13个城市，大概都加多了几个，即是网上没讲的。那呢就有些人出到来仿效目前北非的人民力量的茉莉花革命运动。我们都知道人民是最大，人民是所有权力的来源，我哋必須要尊重呢一點，唔尊重呢一點，我哋做緊一切都係廢話。我哋當然明白，目前喺中國，甚至香港，我哋一時間做到好似達利西亞、埃及，甚至而家利比亞咁，唔係容易。我哋可能都未到嗰個時機，但係。我哋唔能夠唔響應，因為呢個信念，就係一切權力來自人民，呢個信念不能死。所以人民力量、普羅政治學院，我哋會堅持呢個信念，我哋將會宣揚呢個信念，我哋聲援世界各地同埋中國，甚至香港所進行嘅。一切爭取權利、人民權利的運動，哪怕是革命或者運動，所以我們會不斷努力，我們絕對不會氣餒。另外一方面，有些人說人民力量究竟做什麼呢？我告訴大家，人民力量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針對2011區議會選舉，那是否一個選舉機器呢？我告訴大家，不是，因為我們四方面的人，人民力量由選民力量、普羅政治學院、泛藍團體和前線，我哋都堅持一樣嘢，就是、抗爭為主，選舉為副。我哋一方面會進行一個非常有規模、有準備、有抱負嘅選舉；但另一方面，我哋對於而家目前香港所發生嘅事，我哋不能熟視無睹。大家都看到的就是財政預算案，我們的財政司對於紓解民困方面，他再來一次令我們非常失望，令我們非常憤怒，就是將200億的金錢又是訂給我那班有特權的公司來幫我們管理。如果你今年還是25歲的話，你請你40年後才來享受。所以我們人民力量對於目前的狀
我们主要的斗争目的，我们玩了啊，阿公们。